伙计啊，你挺会躲呀，啊？你说就能不给你们那尝尝了，然后活一辈子可不容易，你们咋地了？开开口口那事可多了，三天苦了叫你尝遍。我们咋了？你见你大姑、你大姨说那偷吃油饭之类的呢？有老人是就馋娃娃，机器满满。你以后你有娃娃，你就知道那花钱怎上来，上好的钱，有啊有来上学来，上不得钱。哎，知道知道。知道。知道，知道，你还，你看看自己，你们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我也好收拾。现在那摆出来，纸箱摆出来，我那天看那上面看那空纸箱冒的可多了，我那不用的，一会儿再讲一会儿，弄在一个小里头，结果站起来。好好好。电视来了的时候，从里头后面插在前面，再讲插进来，滚长来了，嗯，说你看看那里，后面再讲那样，应该就插的右眼进来就跟后头嘛。你把右眼睛也插了。你说上饺子，你看看我们那饺子酱，你。全部吃这个你吃它干嘛？就因为你心中就是吃不讲理来，知道吧？外头有娃娃，这个你这个你那吃不讲理，你那个全部是个那个上啊，有也玩吧？你就是那个上面来了那一长牛牛，全部那面食吃了三块面食，他讲我谁也不干。租的房子嘛，你吃的这么干净？我跟你说，租上一户，你到自己的家。你不要以为说我租的房，租的房子你以后刚走俺给留个好样，想看见说他这家人家住的反正的，叫你该走了，你要是住长了，他不想臭骂你一顿，背后把你骂死。你不用的是该不用的叫么嚷了，嚷出个纸箱些要那装呀？我一会把这纸箱子，我跟你说，你们的纸箱多，你就打包起来完能卖了。不要嚷了，家我们家里他那是打扫打包起来这样卖了。没事，我们把这放门口，有阿姨来要。跑来了。那个是干的吧？我们这纸箱子每次扔门口，也不知道哪个阿姨就拿走了。啊，放几个手枪先几个走。你正好放门口给别人嘛，也卖不了几个钱。一放上万都卖不了几个钱。这啥时候会自己穿鞋的？这贝贝还挺独立啊，能自己拿筷子吃饭。对，穿上了，真棒！穿上咱们站起来好吗？不要坐地下，地下凉。把这衣服摘来。你把太太衣服洗了，出动了啊！收拾呢。伙计啊，你挺会躲呀，啊？刚咱妈把我一顿训斥。这我也听不懂，只要我听不懂呢，就不是说我。哎呀，你是躲得老远啊，我让我在这儿受气，啊？你刚说的话都听到了吧？听到了，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我听不懂，我不知道说啥呢。是真听不懂还是装听不懂？啊，真听不懂，你说啥呢？关键词应该能听懂吧？王娘娘，乱，王娘娘，懒。哎，太大声了。你看人贝贝要笑话你了。你看，竟然。你笑我？懒吧？你是不是笑话我？舅妈懒不懒？啊？啊、哦、啊、哦、懒，你才懒，懒贝贝，哼哼哼哼哼，看财，啊，你干嘛呢？我把这叠一叠都，象征性的进来一下，伙计啊，不是我说，咱稍微勤快点，啊，上次我倒是跟咱妈说了一下，这被网友们炮轰，说我挑拨离间。你这种人，我就发现你有时候你就没情商你。这咱妈在这一直干，你就在卧室里啊？不是，前两天我是，你把门关上。贝贝把门关上，贝贝门关上啊！我想干来着，没有我插手的余地呀、啊。那咱妈就让我歇着，那我能干啥？你也是，你咱妈不来一趟，我没发现你情商这么低。我妈来的时候可是处处维护你，你呢？嗓子都破音了，你呢？你就各种打我小报告，你说我懒你，我也不懒呀。我的意思是提前让咱妈了解了解你，就是啥？我觉得一家人不用那么装。就你有些谁装了有些活你想干干，不想干就不干呗。嗯，
你不干由我干呀，不可能咱两个都懒吧，嗯、是吧？有啥不可能的？我插不上手，不是我不想干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在家里你就做自己。感觉你这两天有点收着呢，放不开。我是躲着你。啊、嗯！我跟你说，就我妈看到这会心疼我的。哎呀，哎呀，被内蒙小伙欺负的不要不要的，你欺负我一个山东小姑娘。那么山东也地道物博啊，我跟你说，我随便叫个人，那山东人也把你内蒙人，啊，你别惹我啊！你们内蒙才几个人，我们山东可多人了。行吧，我去帮咱妈干活去。啥意思？出动了啊？不行，我不说我没人说我。你现在说话咋也阴阳怪气的？咱妈出去倒垃圾，你这飘了啊？啊，就咱妈出去倒垃圾，我才能出来猖狂一会儿。你说我惹不起，我还躲不起吗？你说我咋这么怂啊？我现在咋回事啊？这不是我了，我已经变了。你这身上我发现都是懒肉肉。我这想了想，要不我躲躲吧，还是，啊，这个家已经没有我的容身之处了。